家好，我是 Terence， 来自雪兰莪州 Heritage Seven 的发型设计师。我从美发助理到担任发型设计师已有12年的经验。回想起这12年一路走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当初我还没进入这一行之前，我时常到发廊看见每位美发师都为每个顾客设计的漂漂亮亮的发型。我有个梦想，就是希望想把每个人的头发都弄得很漂亮，所以我下定决心进入这一美发行业。我要感谢我的代理商 Alim， 因为他让我了解更多关于 MSK 的产品，也非常谢谢他鼓励我参加这次的比赛。当然也要非常感谢我所有的员工，他们为我的美发院尽心尽力的，所以我要在这里谢谢他们。为了配合我们的主题职业女性，我为了我的模特而剪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发型。在颜色方面，我大胆的以奶白、紫、蓝和黄色更显示职业女性的自信，并且散发出现代女性的时代感。 MSK 超级幻彩师。